有一个面积是62.8平方公分的扇形，半径是20、嗯、所以半径如果是20，然后我的圆心角称为 x、嗯、那它的扇形面积不就叫做半径乘以半径乘以 3.14， 对啊，再乘上360分之我的圆心角 x x， 结果算出来的答案应该叫做62.8。好，反算回去而已，20跟我的360约一下好了，这个叫做18，可以吧？嗯，再来，那20跟18约这个叫做9跟什么？ 10。好，再来哦，10乘 3.14 31.4 31.4 乘上我的 x 会等于，来，这个除以9，如果我把它丢过去会叫做 62.8 乘以什么？是不是乘以9？这个听得懂吗？除以9丢过去是不是乘以9？然后 31.4 跟这个 62.8 约掉，刚好是几倍关系？两倍。那这里就是得到两倍，最后 x 就出来啦，29就18度啊。